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一个复数力，他告诉他虚部是负二分之一，那力分之二实部是五分之三，求力什么意思？你看一下这题哦，什么叫复数？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复数，写出来像这样子 ，a 加 bi， 其中有 i 的地方叫虚部，没 i 的地方叫做实部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他说一个复数力，它虚部是几？负二分之一。可见今天对题目这个复数来讲，它虚部是负二分之一，可见它有 i 的地方是写成负二分之一 i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对这个复数力来讲，我已经知道虚部是负二分之一了。问题来了，这实部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不晓得。所以说我现在我可以去假设这个力，它可以写成 a 减二分之 i， 这样行不行？我把实部的地方假设成 a， 虚部的地方写成几？负二分之一，是不是晓得？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把力写成 a 减掉二分之 i， 这样行不行？十号题目说什么？力分之二实部是五分之三，所以说想办法把这个力变成力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怎么变？来，两个分数相加减，麻烦你把它通分好不好？这个 a 可以写成二分之二 a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力可以写成二分之二 a 减 i， 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之后，你看一下，要把它变成力分之一，行不行？怎么变？你就把力倒过来是变力分之一。所以说这边直接把怎样导数是不是好了，变成 2a 减 i 分之2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麻烦你想办法把力分之一把这个化解。怎么化解？来化解的时候你观察一下，这时候分母是有 i， 什么叫 i？i 叫根号负一，所以化解的时候针对分母根号来化解。怎么化解？把分母分子上下同乘 2a 加 i， 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这时候麻烦化解什么化解？把分子乘分子，分母乘分母，分子没问题，乘起来是 4a 加 2i， 对吧？分母 a 减 b a 加 b， 乘起来是 a 平方减掉 b 平方，所以分母地方写成 4a 平方减掉 i 平方，分子 a 就把这2给乘进去，变 4a 加 2i， 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时你观察一下， i 平方多少？负一，减掉负一加一，所以分母是 4a 平方加一，行不行？这时候因为我要找到实部，所以说我这时候把这复数把它拆成实部和虚部，也就是有 i 的和没 i 的，这时候分母是 4a 平方加一，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可以把它拆成 4a 平方加一分之 4a 加上 4a 平方加一分之 2i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时候把它拆开，把它拆成实部和虚部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篇题目多少？他说力分之的实部是几？五分之三。所以说我知道，可见这整个没 i 的地方会是几？五分之三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把 a 算出来，怎么算？麻烦你直接把它交叉相乘，这样行不行？乘起来是几？ 3a 平方加3会等于几 a？ 20a， 这样行不行？把一项对吧齁，变成 12a 平方减掉 20a 加3等于0，把它抓起来因十分解， 6a 减1乘上 2a 减3等于0，这两相乘是0，可见 a 就是7 6分之1或2分之3，把它带进去，把 a 用6分之1带，所以力可以写成6分之1减2分之 i， 再把 a 用2分之3带，所以力可以写成2分之3减掉2分之 i， 有这两个答案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到这边麻烦你把这样整理一下，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。OK。